连跟风被奶摇。杨总，您走。杨龙王不会收啊，就是要帮我等来送小。小凤今日收超贵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做。我爱你贵来到回事嘞，你敢有对婚姻不忠？有。你根本无想要忏悔的意思。我一个查某人，付出宝贵的青春，你不但无珍惜我付出的心血，反背我的感情，我唔知影分寸。你一个渣男，我恨你，我搁后悔过天甲地。来，我知影，我等一天等这久啊，今仔日总算有回报。我甲少妇的妈妈，拢只要照顾这对新人，会当幸福快乐。巧虹，业教话你还给做主啊？对啦。全全的手表顶面有 SOS 的求救功能，一定是有人要来救我。咱的囡仔袂当无老爸，卖逼我用张嘉玲的代志威胁伊。叶少峰特别甲叶志成认真，想要透过阮集团的力量帮助伊接班。原来真正是你，你拢卖逼少峰啊！我要好好啊完成这场婚礼，我袂让你有机会，搁再放手啊！阿雄爸，是谁甲你关在遮？是恁妈。到蔡穆林，感谢大家配合，来参加我跟小峰的婚礼。我来叫你在避虾棒啊！哎，小峰，连跟风被奶摇。杨总，您走。杨龙王不会收啊，就是要帮我等来送小。小峰今日收超贵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做。我爱你贵来到回事嘞，你敢有对婚姻不忠？有。你根本无想要忏悔的意思。我一个查某人，付出宝贵的青春。你不但无珍惜我付出的心血，反背我的感情，我唔知影分寸。你一个渣男，我恨你，我搁后悔过天甲地。该算的拢算完啊，轮到你啊。婚娶是做什么代志？不准你欺负我嘛！你讲，我阿妈替你做主。我若是把你妈所做的代志拢讲出来，你恐惊怨恨你妈，甲家己底死。阿妈，妈我瞒一件足大的秘密，我相信连爸拢唔知影。嘉丽。这个代志就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